上课了，教室里小明把头靠在椅子上不听课，老师关心地问道，小明同学，你又生病了？是的，头疼。咦，这头也不烫呀，你有医生开的证明吗？拿出来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了。就是因为医生不开证明，所以头疼啊。你个臭小子，一天到晚想啥呢？给我出去罚站。为何医生不开证明小明会头疼呢？小伙伴们知道吗？这一节是体育课，同学们最喜欢上体育课了。同学们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今天我们学习蛙跳动作，谁以前受过伤可以不用做。我腿断过，我手腕断过，我头发断过。小明出列，你今天就在这边罚站一节课，看你头发还断过。来，同学们跟我一起训练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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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明呢？小明刚刚偷偷溜回家了。哼，可恶的小明。